正如之前講過咧，我哋每季都睇一套治愈翻噶嘛。嗯。咁今次咧呢一季治愈擔當都有幾套嘅，其實。其實有幾套啊嘛。係啊。但講到治愈，即係你明白動畫界裏面講到治愈，一定有四個英文字母一定講噶嘛，就係 ARIA 阿莉亞嘛。阿莉亞啦，最出名嘅治愈作品。咁今季咧就有一套就唔係阿莉亞嘅，之後佢會有啦。佢繼續落去嘅作品啦，即係阿莉亞其實已經完咗噶啦，漫畫連載嘅時候，原作者個老師咧咁啊推新出呢本嘅《南海少女》呢本漫畫。咁啊，而家就正式動畫化啦，都係有海嘅元素入邊。係啦，不過今次又講潛水嘅，係啦，沖繩。我自己就冇睇過阿莉亞嘅，但係咁嘅作品你都冇睇過，仲話咧係良知，你話係呢個嘅會睇温情作品嘅。當我年少嘅時候咧，我係覺得阿莉亞睇年少嘅時候咧，你就係黑暗嘅，唔係咩？係啦，我黑暗係噶嘛。嗰時覺得哇咁悶嘅呢套嘢，瞓覺咁樣。跟住我而家睇翻，即係冇睇阿莉亞仲係，但係有睇呢一套嘅。咁呢套其實個故事好簡單啦，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城市嚟嘅女仔嚟到一個鄉村嘅地方啦，即係乜人都唔識啊，又好掛住都市嘅生活啦。因為佢自己本身又唔係一啲好活潑嘅人嚟噶嘛，即係又唔係好出聲，成日都想啊，會唔會有人嚟撩我話做朋友咧？咁就好啦咁樣。比較怕生啦，即係佢冇咗佢本身嘅朋友都係唔開心嘅，所以咁就嚟到就認識到因緣巧合啦，見到希加利啊、向光啊，係啦咁樣，俾個損友帶壞咗，又準備潛入。选友先，俾佢勇闯咗一啲新嘅境地，走出最舒适地带嘅。O K， 系啦。咁其实个故事即系讲潜水，但系其实最重要，其实讲嚟讲去都系讲即系你去到个新嘅地方，新嘅地方日常生活啦，嗰个地方系点样啊，风土人情系点样啊。系啦，同埋讲下就系其实你系要面对呢一个世界，你要看放开嘅怀抱咧，就可以更加美好嘅事物就喺你眼前。因为你人其实你喺你嘅成长道路入边，其实你遇到好多嘅困难噶嘛，即系你点样去将啲困难去克服啊，或者系谂办法解決啦，或者係甚至乎啊，你當你個人係啊焦躁諗唔到方法嘅時候，你有冇啲活動可以排解呢個困難啊？即係排解你嘅情緒之後，你可以好好地應付嘅問題，呢啲都係成長入邊即係成長嘅元素嚟噶嘛？呢啲，所以我明白咧。長老係適合睇呢一套動畫，點解咧？係啊，即係我純粹睇呢套，其實就係因為我係阿莉亞嘅 fans 啦。O K， 就係啦，咁所以就佢續作喎，冇理由唔睇嘅，係咪先？而且我漫畫其實都有追嘅，係啦，咁啊，唔係即係點解適合過呢套睇呢套動畫咧？係因為呢套動畫其實好多部分我都好 O K 嘅，即係劇情啊、個氣氛啊，同埋啲場景都幾靚，我都好中意嘅。但係有一樣嘢咧，我都係好唔習慣咧，就係佢每一集都有一個時間叫金句時間。係啦，即係佢每一個角色都要咧有一集咧要抽一部分時間俾佢講一堆正論出嚟。唔係金句時間呢套已經唔過分㗎啦，係咪已經唔過分㗎啦？東尼嗰啲咧出場嘅時候，唔係東尼嗰啲係中意啫，懶型啫嗰啲係。咁嗰啲都係金句。唔係我唔可以話佢係説教嘅，佢唔完全係説教嚟嘅，完全説教。係啦，你順住氣氛，但一定係要拋啲咧，即係嗰啲今天你嚟自了嗎嗰啲咁嘅金句。係今天你潛水了嗎？係啦，咁樣即係嗰啲你望下個海，你手機熒幕只係咁。咁細海係咁大咁樣嗰啲，你唔係仲望住你個手機啊？係咪或者嗰啲人生啊、青春啊，就係你中意玩又好、讀書又好，只要無悔就得咁樣。即係無啦啦有啲金句殺過嚟咧，嗰下我係有啲消化不良。你好會唔會好想即刻去？可能我想去見識下呢個城市。唔係啊，我有啲沉重咯。沉重點解？即係我又其實咧，正講我唔討厭嗰啲金句嘅，即係甚至啲金句其實都順住個故事嘅脈絡去講嘅，其實都但係。每一次都令我覺得佢點解一條插佢好似有啲突兀係嘛？會唔會 show 出嚟？我會覺得係個作者嘅風格嚟嘅，應該係嘛？我唔知支持啲作品佢係咪都唔會嘅，係咪嘅？喺呢套多少少係嘛？呢套更誇張嘅就係佢有啲成日都係會失驚無神，走啲好 Q 版嘅眼藝嗰啲地方走出嚟。哦，呢個都唔係以前嘅畫風嚟，以前冇咁誇張。唔係，呢集好多依一套都，但係佢原著都係咁樣㗎啦。呢個可能佢個特色啦，想做嘅特色啦。係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咧，如果你克服咗呢個金句 time 嘅時間嘅話咧，基本上就 O K 嘅啦。即係治愈好多種啦，我自己係覺得治愈係我比較中意睇嗰啲輕輕鬆鬆啊，輕輕鬆鬆係啦，講下少少，即係唔使要太過多，太過人生太多人生道理，我係有少少怕嘅，其實即係你自己已經有你自己體會啫嘛，唔需要話我整個金句俾你，你就順住呢個金句去體會你人生，唔需要即係有啲正能量太過爆燈咁，唔需要嘅，係啊，即係你。
嘅一套出色嘅治愈作品，其实你唔需要讲咁多嘢。佢其实你所有嘅观众，你睇治愈作品咧，你自己会有自己嘅领悟喺度嘅。咁呢啲系最出色嘅。我自己实在就比较唔系咁中意玩得咁出场啦。咁啊，佢提，但系其实就提一提就另一个元素，其实就潜水个元素咧，佢作者都我谂去做过晒所有资料，所有甚至乎其实佢已经即系佢系一个好热衷嘅潜水迷都唔出奇嘅、因为其实佢嗰啲潜水用语啊，或者譬如话佢啲咩湿式干式嘅潜水衣啊，嗰啲都介绍得好清楚嘅，即系漫画上面啊咁样样咯。动画都有好多嘅讲法，其实即系潜水要着咩衫啊，里边要注意嘅事情啊。但系我觉得都好嘅，我中意就系佢将潜水嗰样你嗰个活动融入咗嗰个故事。入邊，例如佢講即係潛水，你再叻都好，都要有同伴望住你嘅。咁其實呢個你唔可以單獨去潛水。係啊，所以個故事就係講即係你，所以你嚟到呢個地方，其實就算係你冇一個未知嘅世界，其實都係揾同伴去。佢其實同佢潛水就係比喻緊啊，你人生嚟到一個新嘅地方，你一個人係活唔到落去，係甚至乎可能你活一個人活夾硬活落去咧，可能你會好痛苦。但係如果你想唔痛苦嘅時候，你應該好似潛水咁啊，揾一個適合你嘅 partner 去即係繼續你嗰個成長道路上面。去幫助你咁樣咯，冇錯啦，有啲咁嘅寓意嘅，我覺得係啦。咁呢度好少少嘅，呢度冇咁説教，講咗一句咧，呢一次去依一度，呢個係感受嚟，呢個感受多啲嘅，係啦，咁所以我諗中意睇治愈系觀眾嘅話，應該都 OK 嘅。呢套或者係今屆比較推介就係上季我哋講過嘅啦。咁天真與閃電嗰套啦，係啦，嗰套呢兩套都係今季比較温馨啦，比較出名嘅治愈作品啦。各位正能量記住一齊睇啦，梗係啦。我哋應該冇乜咁多係可以正能量嘅地方㗎啦，大家觀眾好好珍惜啊！好珍惜呢個僅有嘅區域。冇錯，好，我哋下一套。